到哪里了？刚才打到一个，第一波是我是 MVP， 夜不能睡，水深火热，不爱，快乐从何而来？不得不爱，所以你想从何而来？夜夜夜，你说我是你的 M 还没的，夜不能说声谢谢，每一次都夜夜什么，掌声鼓励，很好听哎，其实啊，他的 rap 啊，真的跟外表是不成比例。 我们当时想说，长这么帅，怎么可能 rap 可以这么好？结果现在是台湾啊，数一数二。对，好好加油，好不好？啊，忘掉侯佩岑那件事啊，不要再提这个。哎，我们这边陈思璇，哦，厉害哦，一片名模热里面啊，告诉你有没有看 rap 最厉害，腿最值钱，腿啦腿啦，我还可以讲完。他这个腿厉害了，头保6000万是吧？没有，没了，一千啊，5000万是吧？5000万，哇，是。 他这个腿只有4个字，不太好。又来到沙滩，看见你的那种美腿，听说4000万的保险，谁会花这么冤枉钱？还有以前有新作品吗？最近有在拍那个电视电影《那个顽皮鬼》。顽皮鬼，以前很可爱，旧的电影从拍吗？7点才。 杀青哎，对啊，辛苦了，辛苦了，好好加油，对啊，对啊，但看到就，又又又，又是拍戏拍到早上7点钟，发了神经，好像还没来冲浪，神经病，听说是全台湾 rap 最好，但是他长得比陈思璇还矮，哎，这首歌好，谢谢，感谢，我们刚刚帮你打歌，也打得很不错，好好加油，狮子怒吼规则说明。 这是一个边走边吃边吃边玩文字接龙的游戏，参赛者必须想尽办法以同音或谐音的接龙方式将每一道食物的字尾接到下一道食物的字首，并且将每一道食物吃光光。当吃到第5道，裁判官会将谜底食物公布出来。此时，参赛者必须想尽办法接到最后一道谜底食物，时间吃完的队伍即可获得本周的超级大奖。本周现身队派出的是陈思璇、武宗宪，刚刚队派出的是王宇杰、康康。 No，天气太热，咱们直接出发，连小天使都不怕。哎，不行了，要了，要了。好，小天使来。公布一下名头。哎呦，香肠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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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是以后要选市长的。真的哎，没有没有，香肠。香肠不甜。对，阿年哦，不啦，只要你。不啦，扩大爱心，准你的奇妙啦，而且大家看到你都有一种感觉，不得不爱你。 哇！金山香的香肠突然间跑到我们现场来，穿着这个样子，还以为是共产党员。不啦，真服了，真服了。来来来来，来给我们看一下金山香的特产吗？有哦，北海红干呐！哎呦，红干呢，红干呢，红干的呀！哦，红干这个是很好的理由。好，那我们就直接比赛吃北海红干啦！ 假装亲一下，假装亲一下，会把你偷吃啊！偷第一点，偷第一点，靠近。你在怕什么？你在怕什么了？快，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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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海红干，这个很好吃的，我们要为这个付出代价，好不好？那么有分，一个人头上都有一个球啊，总共1、2、3、4、5、6，6位，我这样真的很像太牢吗？网络那一个了哦。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了大家那个骑马打仗，这不用再解释了。好，哦，好好，各位，投保1000万的美腿。来啊！小孩子。
希望来一个，嘿来，大家一起比赛哦。对，三组三组。你是要爱呀？我爱我爱，一个听我爱。好长哦，怎么会唱歌？现在要干嘛？三个对打。三个对打。先把声音用过来。好，各位，今天我们的冠军就是康靖龙。康靖龙，我的妈！爱国，爱国，爱你！阿里加起台湾奇迹了！好棒啊！谢谢。好，那我们赶快十字路口出发了。哎，来，哎，热血！你要先那个刷点，然后跟对面的讲要什么？对啊，你要比那个、啊，我要冰爽的，你要比那个、啊，你、欸、那个是这个牌子吗？是这个，对吗？对对对，你没有啊？对了，我们刚刚啊就说了，冠军就是啊，我们的康康吗？对啊，是吧？好，第一名，哇，哎呦，厉害厉害！是这个吗？两位两位来，阿姨，第二名当然是这个，哎，哎呀，林经理林经理，哎，林经理，哎哎，还没哎。你第三名啊？好，我第三，第三名加哦，真真，哎，不错，阿玛西寿司啊，美拜，寿司啊，美拜啊，不错，无所谓，我还以为说我们的寿司反而是不错，那第三名看起来还不赖。来来来来，你先吃，一人一过来。哇！耶谢八嘎！哎，都是。下面是瓦萨比呢？对啊。下面全部瓦萨比。没办法，输了就要认啊，要不然。不要，陈经理。你帮我吃，我帮你多讲好话。好歹他也是这样帮我那个。你要沾吗？嗯。我。好了。我。我。好了，我来煮啊。看这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没事。好，那么各位今天吃得很开心，咱们第一道菜已经完成了，马上出发金山江十字路口。耶！哎，漂亮哎！哎，这好像自己的家哦。我跟你讲哦，这个一定是什么？你看这个别墅，然后改成这种餐厅啦，很漂亮哎。漂亮哎，家住在这里啊，人生夫复何求，对不对？哦，真的是好想。你家不就这样吗？还装？味道的问题，新闻都有看到。你看真漂亮哈！哎哎，你好，哎哎哎哎，是是，你是老板的？是，我是不敢当。老板，我是小开，小弟兼小开。小开有你，还有一个我们来的，我们来的私选私选。你好，你好，全中华民国台湾人腿最贵的。没错没错，你看，哎，有人腿可以长成这样，你看这比例，你看嘛，你看这比例，安尼啦，安尼啦，啊，你看我的啦，我的盖一家年年啦。哎，我来，我来，四川小姐。哎，你娶我，你手插这肚，我听下你某。哎，来来，先带我们里面唱。干呐，干字头的，就甘草河粉啊。你的甘草河粉。你的，我看装潢就是广东菜嘛。啊。太小不起了。对对对对对，广东菜有什么好瞧不起？啊，我开糖炒广东菜，你不就瞧不起了？对呀、啊，你真正啊，老板有那个特餐的干煎牛排，可以吗？啊，干煎牛排，干煎牛排，来，谢谢谢谢。哎，这个地方真漂亮哎哈，那个很幽静，让你很放松的感觉。对呀、啊，而且听说他这里出菜很快，哎，这么快、啊？对啊，哎呦，而且还是沙朗哎。因为有一道我们的特色菜是那个菲力青葱意大利，好香啊，好香啊！这个放这个很像我们的葱油鸡，也很特别啊。对，所以菜好像都自己发明。这个菜是自己发明的菜还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师傅的一个手艺菜，嗯，师傅蛮用心的。嗯嗯，来来，我们也吃。哎，我先吃吃看。我要菜鸟拍谁？好贵啊！这半是看了贵，这半是叫贵华。哎，你那个地方竟然能有这么好吃的牛排啊！我要吃。
去 supermarket 哦，嗯，汉超做大肠，咁做牛子啊，好好吃啊。有啦。在路上还买一根冰淇淋 7-Eleven 的，我还以为为了要收集 Hello Kitty， 原来是为了要吃冰淇淋。可以给你回去送女儿啊。来啊。乖乖，对，才贵，小心呐。没啦，我怕滴到你身上啊，好不好吃？嗯，思璇难得到我们这边来，哎，你知道他是在台湾排名前三大的模特，听说是排名第一，没有，前三大，哎，不能讲第一，这样不礼貌。第三是林志玲嘛，第二是洪小雷嘛，第一就是他。各位，那难得来我们餐厅里面走个台步给大家看看，好吧？时尚秀对一下哈，哎，阿妈阿姨照料，阿妈一行了再丢一行哈，感谢你。好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你有什么感觉的？哎，你要俏皮还是优雅还是？俏皮的，俏皮先来一个好不好？欢迎今年最新泳装又陈思璇耶！哎呦，真的嘞，哎，好俏皮！哎，你乖，你看那个腿啊！哎，一支五百万啊，很贵。头保，你没听卡，一支五百。因为他头保真的是两只腿1000多万呢。对啊。这个是俏皮，优雅的，哎 ，go。哎，真的呢，他们都习惯这个身高176，再加高跟鞋，哇，不得了，性幻想对象。先要换你。哎，掌声鼓励一下，来。帅气的。帅气的啊，帅气的 ，go。是搞笑的，哪有帅啊？我没了，来了。阿妈没了，阿妈没了。好了，现在来到这个金山万里一带啊，一定要来的一个地方。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啊？你知道？金山鹅肉哦，这金山鹅肉真正有够好吃啊！新来啊！啊，不是吗？不是，我刚才无先食到物件，感觉是一个，然后是一个合家观赏的，合家可以去玩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野柳海洋世界，没有错哦，很棒。听说要过这个奈何，好吧，这过这个桥过去，对面就是了。哎呦，哦，海豚呢？跑出来了。哇，好好看啊！哇，哇，哇，这好大哦！哎，你好，哎，海豚哦，看不下数万次了。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哎，是杀人鲸，敢不是？但是这个是假杀人鲸。什么意思叫假杀人鲸？有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叫做伪虎鲸。伪虎鲸哦。好，那你要不要给海豚亲一下？亲一下。怎么亲啊？亲。我过去他就会亲我的，哪一只？海豚哦，这一只大的哦。真的吗？教练加油啊！这牙齿好尖哦，怎么意思？这牙齿好尖，他现在叫是什么意思？高兴，假装亲一下哦，假装亲一下，会把你头吃了。靠近。谁说叫我穿鞋子的？把拖鞋拿来吧。是吗？他会不会？他一直看到要不要洗？像这样。他不要，一只不要，是那就那就拍款，两只应该要吧？两只，周转了，好，会给他看。三只总好了，三只整把，整把了。贪吃啊！这个他，整把都给他。没关系，嘴巴够大。Oh my god！哦，乖哦，对，他亲上我了，你要不要？啊，你要不要让他亲一下？可以吧？做这个不好动作他就上，真的吗？看一下，好，靠近之后先不要做，要危险啊！他当然要啊。你在怕什么了？你在怕什么了？炸水哦！哎，看一下好了。我要炸！向上组织
向红酒的方向，然后它就过去。但是你要靠近，一定要靠近它才能接受。各位看好了，哇！哎，它换边哦，它加速。好，我是一个角。直接丢给他，张开就丢丢，乖，摸一摸摸一摸，我敢碰他嘞，怎么那么乖？海豚也可以吗？一样的东西吗？跟刚刚一样手势吗？三只全部出去冲。对，啊，但是你要幅度大一点。好，幅度大一点。好，准备。站中间的位置。站中间位置。手要大一点，对不对？手这样，对不对？这样可以吗？对。有喽。等一下哈。两只没看到，对不对？我知道了，要先摸，三只都摸一摸，让他们注意我，对不对？注意好，注意好，看好，注意哦。来，为什么太厉害？很爽，为什么只有我？对，一直他在跳。为什么只有我？他还要给他吃吗？这样子好了，是这样子。哦，好，那我知道。所以你的肩膀可以。好 ，OK， 好。哦，让他有一个预备动作。都可以打到我，真的吗？可是你没看到吗？你没看到吗？这是什么？海洋世界。回来。好棒，四个，来，这是前卫，这个对。来，好棒哦！哎，我们可以换，让他们休息的换海狮，好不好？好，来。好厉害哦！你看吧，你看人都听不懂人家讲话，怎么讲的？你看人家这么听话，对啊，好不好？以后讲话要听哈，会，好不好？这个我会，对不对？这种可爱，这种动物这么可爱，让我们真的是不得不爱。哇，已经卖太好了，好不好？剪刀石头布，拜拜。思璇，你这次替我跳了，我一辈子都爱你，好不好？我最爱你。别走开，广告之后还有更爆笑的哦。准备好，你要干嘛？高音哦，音呐，来，你不是都喜欢这样子吗？今天能不能用这一头？这样，不要，你好高哦。怎么会在这里？对呀，这是小弟跟朋友一起合作的一个海边的店。那我们来这边能吃什么呢？有。但多兰假商会，啊，我们到里面再聊好了。来，走。哎，谢谢。来，欢迎你们。好。这是椰子，这是什么饮料啊？椰子加。这是酒吧。有一点点。我可以喝看看吗？你刚刚用这支吸管吗？对。哎，那个谁，再拿一支吸管。大牛，别以为美容针伤好气。扫把。我这个是大牛的磁法。我来。好喝哎。
还是因为你先喝过才变好喝的。嗯，没有。可以，可是我们还也要先吃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第一道菜就是红干嘛，所以这个是干烧小卷。对。哇。听说这边啊，以后会有很多乐团来演唱。首先就是有陈升哦，陈升。觉得来这里演唱会很好的，你要来吗？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好吧，对对，还有谁？你把价钱，来，你现在太红了，讲什么价钱嘛？钱乃身外之物嘛，越多越好，大家都听到了。以前哦，多好笑哦，我去他的店里哈喝酒啊，那我们最怕遇到陈升，因为他都会说。宇宙的尽头有多大啊？就是不知道在讲什么 啊，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我就要先下去看生哥在不在，我才敢进去。哦，那一次我们喝到三点，突然有人来敲门，哇！我想惨了，会不会是陈升来了？结果开门那个人就说：“请问陈升在不在？”因为那个人进来他也怕陈升。那个人是谁你知道吗？五百。对不对？后来我又跟五百在那边喝好久。对，我先走了。对啊，我干脆门让他们关了。有没有？这是真的。真的。五百也怕遇到陈升。哇，真好吃。啊，你吃光了？对啊。那师妹，你把它吃光，没有留点够吃。你这个女人真是，你还吃那么胖干嘛？我很瘦啊。对啊，我也运动啊。那国内主持人来讲，就是有大牌的，像 NONO 那种比较小牌不算。我身材是最好，真的。小钟长得跟猪一样。肚子掀起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看看瓜哥。然后瓜哥打电话来，等。没事。喂。哎，瓜哥啊，我在录影啊，好好好，我等一下打给你了啊。这位瓜哥。对，刚好啊，打麻将啊，好好好。所以这个哈，有时候像飞哥，飞哥基本上是 OK 的，但是比例来讲，我还是比较好。不是啊，真的，请看飞哥。厉害厉害，金海。嗯。耳蒂啊，手要遮起来。哦，手要遮起来啦，不好意思，你那所以他有很多礼仪是 supermodel 要教的。但是你要，是遮嘴巴，遮嘴巴，而且你不能边剃边，哦，啊，算了，不剃了，乱丢。先看，他剪你的牙签呢？你牙齿怎么流血啊？是不是要拿去验 DNA 啊？不是不是不是。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是什么？他突然拿去剃，那就不是，他拿去网络上拍卖。妈的，真正哎！他拿出了一盒什么东西啊？啊，我知道啦。牙签。哦，拿牙签，然后粘起来，哦，做艺术品啦，好漂亮哦！桃海人，好可爱，真的是艺术品呢。你看，整个全部都是。这里面对，也都是牙签了。哎，弄牙签。哦，牙签啊，然后这个嘘嘘叫舞的。有字有没有？木屑，木屑，木屑啊！哎哎，啊，这个也是啊！哦，仙哥，你也超雷啊！超雷啊！对对。喂喂，不是黑啦，你有被逼。更不要逼啊！你看，我当中最令人大家啧舌称奇，你看这渔船拖海有没有？渔船啊，这个是标鱼，这标鱼，这个是鱼叉啊，有没有？他做海浪，海浪做海乘风破浪，这个海浪做得漂亮，但做最好是这个当中让我们完全，他那个创意已经到了，就是说最极致的一个创意，就这个。你是怎么样做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小配箱？全部都用这种。新哥不是啊，你看这里有个美人鱼，哎，你快来看啊！哎，小配箱跟香油钱我们都会偷走。美人鱼好漂亮哦！人的脸还有身材什么各方面做的，哇，真的是太厉害，漂亮哦！还有哎，还有哎，只好把这个小配箱送给你，谢谢。我来对不起这瓶了。海狮在哪里啊？
他握握手，跟他握握手，他会不会攻击啊？怎么握手？左手扔出去，看起来好凶哦。胖，好有力哦，握手好有力哦。他叫胖啊，换你，左手，左手，左手，胖，我俩没，我俩，我俩，我俩没，我俩，我俩，手会酸了，你要快一点握住他。我俩胖，我俩，我俩胖，胖胖。我俩没，哎，你要我俩没，耶，我俩没，太美，我俩。好，现在叫他哎，还是也 hip hop， 还是 hip hop， 他是 you man you check， 哎，他要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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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哇塞，你不要输他，哎，他也不念来一颗嘛。哦，你也来一颗，叫他下去捡，哎，你这两只没良心吗？你扣没掉，扣到一条呢哦。现在海上最 hip hop 的动物就是海狮，海狮。还有吗？还有什么怪招吗？敬礼的动作就好。敬礼，要讲敬礼。敬礼，敬礼，敬礼，耶！谢谢。好，阿泰回去休息，要从那里休息。好，来走。嘿，对，可以。好可爱。那我们两个也可以回去休息了。喂，去外面喝东西啊。啊，你好啊。刚刚吃什么下干？对，啊，不是红干，红干下干。没有没有的，下干就是那个打撞球啊，对，敲一杆的。对，红干有那个干一杯。这是什么啊？甘蔗汁啊，甘蔗汁，哎，有甘蔗汁，甘蔗汁。好，那来两个绿豆的石花冻，不是两个甘蔗汁，哦，两个甘蔗汁。可是石花冻很好吃呢，可是甚至这里当地的过不了关啊。我要柳橙，好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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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哎，快点，很凉，快点，很凉，很凉。啊，有没有很凉？很凉，很凉。哎，年轻人，不能这样哎！太舒服。对对对，甘蔗汁，干杯干杯，甘蔗汁干杯，甘蔗汁干杯。哎呦，好喝哎！史上最奇猪鬼抓鱼。哎，南北线吗？啊啊！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我们不要饭怎么可以啊？有点残忍。对呀。可怜哦。还要把它咬死吗？猪吃鱼啊！别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那我们吃的那个叫做什么干烧小卷，来这边。哎，全新海上极限挑战，真全台大力王，无力者不入。那我不可以走？也就是，拜托。干嘛？怎样呢？哎，那个是我健美先生哎。哦，是吗？那脸都这样。对啊，所以我们来挑战。我怎么，你看我那个十字路口，我那个闯关啊，很厉害的。对对，我有做过什么呢？请看。这个是里面可以报名吗？对，那你确定你是？你好，我是康康。你好，这个是王宇杰。你好，你好。哎，男女授受不亲。好了好了。
那我们刚可是还是要吃个东西嘛。那个有没有卷心酥？卷心饼？那你找对地方了。哎呦，有吗？就在里面。啊，那我们进去先。全新海上极限挑战，全台大力王啊！你这个大力王怎样啊？现在是新的水上活动，水上活动，哎，然后我们新的紧张哦，哎，不，新的、那个、新的水上活动啊，什么玩的，什么玩？香蕉船相扑，哦，就两艘香蕉船来对玩就对了，对撞吗？啊，刚刚他们说看到康康那里，那就叫他过来玩啊，你去叫他，好不好？好，说我们准备要修理他，我派陈思璇对上王宇杰，两大，当然是两大美女啦，准备啦，大力士比赛。人家我们是热巴尔要干啊，然后那上面就写拜托哎，这么大力丸，对啊，我们就直接比一下呀，好不好？王，我们比身高，我们都赢你，好不好？要不要比一下？拜托哎，对不起啊，哎，我们那个重力旗舰的时候健康检查168，不是力军，然后让人家头低下来的时候，突然间啊量好了，我都还没，我是跟宇杰比，我比他高。你跟他比好不好？176，拜托，吓话嘛，咱们就下出海去玩，好不好？出发，退后两步，一、二，预备，开始！然后往前走。哎，思璇，你手长脚长就赢了，赶快可以拉到第一，快！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啊？对啊，这是什么地方啊？好多蚊子哦！真的？怎么办？去哪里找吃的？不知道啊，要不要问一下？啊，外国人。嗨，欢迎你好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Please come in. Oh yeah, yeah. How are you? Everything is fine. Yeah. Where come from?Can we go in and check out some questions and all that? It's the best. Okay. Oh, Yui. Okay. 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You will see. Okay. Okay. Then we will open it. Open door. 为什么要开门？哦，对啊。哇，好香哦。cheese 的味道。Cheese. That's good. And it has 15% alcohol inside.哦，他说什么东西在里面？15种东西在里面。15种东西在里面。对吧？15%的酒精。15%的酒精。You must dive in it. 要不要先把它搅开 ？Complete in. 把整个放进去。Don't feel shy. I have more cheese. Okay. 其实蛮香的。It's good food. 没错啊。Yeah, okay. Okay, Cheers. Okay. 干杯。德国那边，这是，真的啤酒，我以为你们准备可乐。1/2喝到含沙。Bossa Nova 有没有看到？在大路边哦，啊，一路上哦，堆起屌啊，那咚，这边回台北啊。这边回台北啊，这边哦，路边就有这一家，这间叫巴萨诺吧，嘿嘿，好。
好死不巧，我在这里拍什么？人不是我杀的。那是什么？我拍的电影啊，朱延平大导演的电影《Follow Me》。哎，你好，你好。哦，哎，开放式厨房哎吼。对啊。哎，是有是有。可爱哦。啊，哎。你好。好漂亮哦。哎，你相信吗？就我们就在这个海边就落脚了。来来，坐坐坐。哎，刚点的那些都有吗？老板。啊。刚点的那些都有吗？有，都有的。那有，赶快发落了。哎，你看你家今晚已经变哪里啊？哦。这个很正点的，沙拉也来了，来，还有嘞，当今，啊，水果，沙律，啊，水果沙律，沙律沙拉的沙拉，就是那，这不是老外的吗？你阿公边阿公在那里阿姨啊了，太可爱了。哎，好，这是我们的墨西哥起司塔克，是是，大家看，好吃哦，塔克，嗯。你还没去小马上就不要吃这个。我么？沙拉酱。塔克我们。苏格塔克。嗯。老板真善解人意，只给一根叉子。嗯，好新鲜的感觉。你看，在这里吃沙拉，它就是不一样。你看，嗯，你等一下看看，有多少人啊？有多少人在结婚啊？还在拍照？哎，你看看，哎，海边那里，哎，那个不是家属呢，挂一个衣服，嘿，你家属，哎，洗了一下，有没有？拍结婚照的啦。结婚照。哎哎，这位是，这位是干嘛的？哎，这位先生，你啊，你是干什么来的？你来这焊接东西的是吧？真的啊，待会你就知道了。哦，还卖关子啊？这是我们的火焰，火焰海鲜。哎呦哎呦，好恐怖哦！哇！哎呦！啊！哇，看起来好好吃哦！天哪！哎。哦，哎，你崩烤焦，是吗？这个就是要给我们吃的啦。对对对，招牌火焰什么？火焰火烤海鲜。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啊！来来，佳姐佳姐，哎，你吃你吃。这，嗯，哇，好，还有这种，看起来好好吃哦，真的气死。平常不来，我们真的都太久没有出门。哎，真的哎，对不对？到外面来走一走，才知道原来这个地方还有这些。真的，哦，好多新人呢，今天是怎么搞的？那么多人要走进爱情的坟墓。阿姨的叉子再来一根，好吃哦。好，我们两个这样轮流也不是办法。来来来，嗯，好吃。来来来，哦，今天天气真的是哈很热，热，但是你很健康。哎，你看，正良休闲娱乐园，请靠围圈走。中间不会死，什么意思啊？围圈，围墙，那个墙走了。墙，啊你哪在？啊，啊这个你我来我该下呀，啊那个墙啊。啊你不要笑，啊我怎啊围墙一头啊？啊你脑子剩没？你好你好，我是刚刚啊。啊我这我以前，来来来，我带笔，我给你过一个好。哎呦，你连那围墙的墙啊，不要笑。好不好？妈妈，你掉了，我墙走了，哎呀，哎呀，掉了，对，就是这个墙嘛，走走走走。哦，不是这个墙，墙上的墙吗？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越学越复杂，越来越看不懂。我会写。这个吗？哦，对了哦，快啊！靠围墙走啊！你还耍宝啊？那我没有练，不要耍宝。走走走走，老板，啊，今天我们来加班冲阿伟。啊，来到超大动物园啊，看你个假龟啥家己抓。啊，你迄字敢讲一定爱家己写哟？啊，我来，啊写了，写了也无白大字啊！啊，你还佫有写什么话啊？我台湾国语片的啊。迄什么意思？今咱来看卖啊一个，行。啊，其他车是啥？对，啊，对，钓海福寿啊，啊，我就要看介意，啊，就来冲啊，啊，三点钟够一千块啊。本池水深180公分，小孩请勿靠近。钓啊钓，钓友请小心。那个友还写错，你友啊，都飞机的下一个友啊，我嘛讲有等。人抓鱼无稀罕吼，哎，啊，猪抓鱼有稀罕无？我家有两个猪狗。真的吗？他说他养的猪啊，
可以抓鱼给我们看。那个猪可以抓鱼啊？对呀、啊，不可能吧？我来给我玻璃看。走走走，除非他是朱德正。请出明德正。阿姨对了，老板。哦，鱼在那里。哦，你好，是呀。真的哦。啊啊。他们真的在抓哎。哎呦，好可怜哦。有什么呢？你啊。来来来来来。我拢最细汉那个年纪啊。哎，你袂忝哦？袂袂忝。哎呦，真的没有。啊啊！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我们不要看，怎么可以啊？有点残忍。对啊。他要把它咬死吗？哎呀！啊，猪吃鱼啊！我们刚刚吃卷心酥，有没有吃什么？要七里香。酥炸七里香。哎呦，七里香什么知道吗？我。七里香是周杰伦的专辑主打歌曲。好了，是鸡屁股的意思。鸡屁股啊？对啊，就是你七里就会闻到它的香味了。我们别看了，来来来，赶快走。老板，啊你，你唔能夹一下乌鸡只鱼啊，起来煮我吃。这是几条起来呀？这条就是在那解嘴哦。啊，对对对，你吃看麦啊，好吃这。这是猪可以抓的。对啊，吃看麦啊。啊，这刚刚那个猪有咬过吗？对啊。你骗你啦。我以为是真的，你有够幼稚呢，重特色。好啦好啦，先吃看麦啦，这台湾钓鱼的神机熊。但是我们主要还是要先吃这个，因为我们刚刚是卷心酥嘛，所以现在酥炸七里香，你敢吃吗？我可以吧，先小一点。这样也是好好多鸡耶，这个比较酥啦，给你。没吃过，很好吃的。嗯，来啦！啊，这是什么鱼？就台湾鲷啊，恁山地嘛上出名的。哦，台湾鲷。哦，谢谢谢谢。有咸水的。啊，这抓起来做无好。看你。啊，你感觉好不？好。他同意我们两个的婚事。是吗？好，谢谢。我没有反驳。哎，我没有笑点。要反光吗？嗯。挺胸，挺胸，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夏天万岁！肉哥好像没有比我好很多嘛。超大卖到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继续收看周日八点档《潘图》。啊！海边最漂亮的餐厅有没有？你从这里看就知道那边有多美了，对。漂亮哦！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啊！你好像在，你好像老爷在巡视。哎，好了，好像这一家也是我开的。真的。哎哎哎哎哎哎！餐厅怎么有一个人在那里？哎呦，我还没接到呢。魔术师来来，杰克，好眼熟呀，真是太神奇了，这也太巧了，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杰？哎，你还叫人家杰，这什么时候都要叫妹？对啊，师玄妹啊，师玄妹，这位是杰克。哎，大家好，我是杰克，神奇的杰克，真是太神奇了，一点都没有错，什么行李从来没有，那就是太棒了。今天没想到他吃了减肥药之后，哎呀，整个人虚胖了，跟鬼一样。是吗？还在金山这个地方让我们碰到，真是哎，你一个人在这里干嘛？没有啦，刚好晚上表演，提早过来，刚好顺便。在变魔术还是在骗女孩啊？没骗到啊！哎，秀两手魔术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里吃刚吃到什么？哪一道？水果沙律。水果沙律。水果沙拉。拉面嘛。绿。绿茶冰淇淋嘛。哎，什么绿茶冰？好吧，冲天气吃冰最好了。坐在海边听话嘛。哎，真的是漂亮，看着人家冲浪啊！哦，阿丽有没有？哎，有浪了，有浪。有点浪，有点浪。
点。哎，看一下，看一下。啊，抓标，你在看呢。来，哎呀，哎呦。可以摸一下吗？对对对。哎呀，是吗？你这个，你等等等，你这个是魔术还是真的吞剑？哎，我看过了，拉出来，然后呕吐物就出来了，是吧？哎呦！哎呦！哎呀！哎呦！哎呀，婆，我们吹一下，讲。哎呀！哎呦！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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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哎！哎哎哎哎，会喷东西出来。好，哎呦，哎哎，跑一下助理，好厉害，好厉害哦，我的妈呀，助理，小心一下，就不要割伤，不能借我。哎，刚才我助理拿一个东西给我，哎，要请你们两个帮我绑起来。好，绑起来。我因为他这个人长得不诚恳，你知道吗？他表演什么，我都会思考说他刚那是什么。对对对对，跟我一样。我就怕他割伤。这里有带刀哦，可以卷一下。啊，是吗？啊，对对对对对，哎，对对对对对，你讲比较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对，因为还想骗人，弧度对不对？因为我们不知道，你猜猜人家要怎么变啊？对呀，哎 ，Hello， 没事吧？对不起对不起，谢哥真的砸到人家美，不是我心里想说，不会那么准，女孩都不放过啊，你想说不会那么准？那是他好了，对呀。我真的很准哎，对呀、啊，不小心怎么？接下来，哎，怎么怎么？不要讲你的不要，你喜欢乱那样，要死要死。哎，哦，这是中国的手铐，手铐铐起来，非常没有人性的一个手铐，这边铐不到右边，右边找不到左边。哦，那观众朋友说这有点稍微有点松，对不对？来，钥匙帮我打开，再靠近一点，再靠紧一格，靠紧一格，再把它靠紧。啊，这个已经这么紧了，再靠紧一格好不好？因为我知道你非常没有人性，可以再靠紧一格，再靠紧一格，再靠紧一格，再把它靠紧一点点，让它不要任何空隙。再一格，再一格，啊，不行啊，这样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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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格可以了。对对对对，这个。经常在家里有靠老婆人就比较熟练，哎，蛮熟练的。抽漏了，哇 ，OK， 好，靠紧一格。哇，这边确定一下紧不紧？很紧很紧，可以可以，很紧的很紧。好，来，接下来这里有个袋子呢，请你们两个帮我一人拉一下，一人拉一边，一人拉拉那绳子，拉绳子。拉绳子啊！拉绳子 ，OK， 好。那我过来这边，确认一下拉紧，确认一下拉紧。拉紧吗？拉紧，拉紧，好，那袋子可以看得清楚。好 ，OK， 好。那拉紧之后，你有没有？你现在几点？几点？现在几点？没戴手表，你们都没有戴手表。一点多，一点多，差不多吧。对 ，OK， 好。哎，别把手在里面，手在里面。对啊，我刚刚奇怪有看到，对，手反而被他靠得非常紧。对啊，这么紧哦！天气太热，有时候会产生幻觉。天气太热，有时候产生幻觉。没有没有没有，就说嘛，怎么可能啊？那到底是几点啊？我也不知道。对吧？天气太热，天气太热，有时候会产生奇怪幻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没有啊。天气太热，有时候产生幻觉。哎，非常紧，这你绑的。哎，奇怪。要不然靠紧一点，可能这边没有靠紧。有很紧啊，很紧啊，就很紧，紧到不能再紧，紧到不能再紧了，对不对？那我们来挤。接下来我们挑战一下世界纪录了。哦，看几秒吧。世界纪录是5秒钟。好，那我们数到三，好不好？好好好，数到三，好不好？来，一起干嘛？哎，不能这样看了。真的吗？数到三哦。好，一、二、三。OK， 掌声鼓励鼓励。破解了吗？破解，破解。他那一个，不会难记啊。他那个刚我是用卷，他那个应该是哈，就是一手一转他就开了。哎，有道理哦，有没有道理哦？对，我得给他把看麦。哎 ，man， 不要改，我没看川剧变脸啦，川剧变脸没啦。观众朋友没有掌声哦，有啦。各位观众朋友。川剧变人，然后不是变脸，川剧变脸，他这个功夫啊，算是我们在中国啊，他川剧里面、啊、最高的境界。那在台湾目前来讲，就剩这一口人会了。今天为我们大家变几张脸？8张，8张是吧？8张，不能多一点吗？9张，9张，好不好？就9张了，还很假，好不好？8张，观众朋友千万不要转台，川剧变脸，看不到你今仔日都有会啦，有会啦，掌声鼓励。好，今天来到这个金山万里一带啊，其实这附近有很多这种
温泉的这种汤屋啊，对不对？今天带你来这一家，蛮经典的，里面的东西好吃，好，好不好？好，走走走。你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嘿，你好，你好，你好。我们的 menu 请看一下。哦，哇。哇，这么多哎！我细的呢，我要吃，来给一个啊！这里有很多锅的，对不对？对对对。那我吃。之外还有锅类。好好，那啊，锅类，那像是我们当令的海鲜，做成的锅烧海鲜，觉得怎么样？哎，锅烧海鲜，哎，锅鱼寿司。锅鱼。没有锅鱼啊，锅啦。锅还是锅。他说有锅烧海鲜，那我来一个哎，锅影山好了，好不好？哎，来一个锅影山，好好，嗯。好，为您准备。好，谢谢。对，而不是的，郭先生是人家的名字。你这个变态，不是变态，变态。是你要吃的，没有没有没有，开开玩笑，不会不会，开开玩笑。好，谢谢，好，谢谢，没关系，好。有面，菜了菜了，有面你的最爱，对不对？真的吗？可是你们公司不是叫你不能吃面吗？不管了，啊，不管了，今天出外景不管了。哦，这好烫，小心小心。Oh my god！ 吃面就是要这种声音，对对对。我们沙西米。哇，诺克，我跟你出道到现在四张专辑，我跟着你三十，真的吗？今天吃最好，今天吃最好，都是在都是玩乐而已，对不对？哦，没有吃到。那这个是卡哇伊香鱼。卡哇伊哦，香鱼香鱼香鱼。来来试试试试，我们这一次跟你吃最好，真的。你看这么浪漫的沙滩，对不对？浪漫的下午，一定要带你喝咖啡。开心一下，同时有恋爱的感觉。对，带你到这边来看川剧变脸。哇，神奇杰克！哎呦呦呦！哎呦，掌声鼓励！注意哦，注意哦，看能不能找到破绽。为什么他的脸可以在那变来变去，这么厉害？哎，没变。哎，那个黄安有拜托的。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变脸哎，孙悟空哎，哎，掌声鼓励下来了。好可爱哦。哎呦。欸，他根本是个魔术师嘛，太厉害！哎呦！啊！哎，他在偷偷摸摸想干嘛？哎呀！哎哎，找不出破绽了，我的妈！哎，好厉害，就像刷一分钟，哈！哎。这个有变吗？没变了，还没变。哇，很近哎！哎，变黑白了啦，刚彩色，现在变黑白了。哎，它很近哎！真现实，都跟女生握手。哎，这个不可能。哇，很近啊！这么近还看不出来？哇！哎呦！哇！哎呦，又一张了。哎哎哎，连续这样换哦！哎哎哎，哎，可以啊！啊，最后竟然是出现猪头啊！那我们下一个，哎，杰克真是太神奇了，这不是吹牛了，好好把这一项技艺啊发扬下去，好，对不对？这个今天看到我们神奇杰克，让我们忘了十字路口是要吃吃东西。阿龙厉害了，表演太精彩了。对，谢谢，再次感谢杰克，好吧？那我们赶快去吃我们的东西了啊！走走走走走，谢谢 ，Thank you。来来来，你吃那么多东西，来这边喝个饮料，好啊，好，好不好？你好，欢迎光临。你好，你好，好热情哦。欢迎光临。你好，你好，你好。住哪里的？哎，来，都可以吗？外面不热哦。哦，外面是感觉就是。可以看风景、海景，来你坐这边。好，不好意思，两位要这边什么？最冰最冷的。刚刚是七里香吗？不是，香
啊，这里有。香草冰淇淋咖啡。有啊，咖啡就很厉害，还有这个香草还有冰淇淋呢、啊。啊，什么？他表白了。王光良喜欢萧淑慎。喜欢谁？这个是那个。这不是光良的。哦，光良的 MV 是啊，哎呀。哦，真的啊，谢谢。哎呀，你看，没有想到还是有人喜欢我。哎呀，谢谢，哇，好漂亮哦，还有花。哎呦，怎么每个都这么漂亮啊？哎呦，来吧。冰冻，好喝。好看哦。嗯，好好喝哦。嗯。真不愧为这个咖啡的专门店。夏天吃冰淇淋喝咖啡，我觉得最好。听说你有学这个瑜伽，对不对？有，其实我你可以把脚就放在拿提很高或者劈腿，对不对？其实我从小用软软做还不错，所以我现在如果有练的话，我通常就是要再垫才，所以我劈腿已经没有感觉，所以我通常会拿着东西垫在。真的假的？来来来，我们来看你怎么劈。好吧，我尽量就比方说我劈腿的话，如果没感觉，我就会。垫东西，就比方说把脚放在这边嘛，要看一下，嗯嗯，这样，可是不够高，因为没办法，就是我会一定要超劈，然后又再去拉，而且劈腿会拉到，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运动，很容易腿变成粗，所以我就很喜欢一定要练劈腿。真的、哦？那我像我要消肚子，我要怎么办？像我们通常做仰卧起坐之后，我觉得。练肚子很好，是这样，就一直待在这边，刚刚就听我跟我一起做，这样嘛，对，去试试看，这样吗？这脚要直，对，然后屁股要下去，然后肚子要吸进去，肚子要吸进去，对，差不多这样，对，再一分钟，我先开始计算哦，好，我边喝咖啡好了。轻松哦，怎么都没有人丢进去，这屁股要夹紧，才20秒，还有40秒，可是很累吧？这边有感觉？你不要摸太底下。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摸肚子，就肚子要挤进去，然后这边也会练到，不管是背部这边，差不多了，还有10秒，十。9 8 7 6 5 4 3，好了没有？结束了。啊？结束了。不能怕不怕？有感觉吗？每天要这样吗？通常是做仰卧起坐之后再做，就会很累，就会流汗了吗？年轻就是本钱。嘿，阳光是沙滩，海浪是南方，还有很多人在那边冲浪。真的吗？啊，你看冲浪哎，冲浪哎，来到海边就是要怎样？冲浪。对啊。你会冲浪吗？哎呦，是啊。两管马子为什么要冲浪？就跟你说，欧弟说的没错。对。来这边冲浪一定要那种比基尼女郎，然后就会主动过来说要教我。你不该不会是要来教我们两个冲浪吧？嗯，真的吗？真的。冲浪，好吧，冲浪。要冲，对对对，一起的。快，另外谁帮我拿着？哎，阿弟，把韦伯带走啊！没有人哦，还有一个朋友。那一个朋友叫我在那边等啊，他就是你哦。对了，还好，他们今天三个人一起来。我啦，哎，怎样？你也踩车吧？柯鹏在那边呢，在屏东潮州那里很多柯鹏。你哦，你看偶尔哦，还是北冥山去？不对啦，我是东京恒源老板娘啊。啊，你是东京恒源老板娘哦？对啦。那有一个本源，然后加红豆，然后再加花生。
加什么比较好吃？啊，你的芋头全部加对不？对。哦，芋头嘿，啊，芋头粉圆，阿哥啥米？我尝尝红豆。大红豆。大红豆，阿哥啥米？小红豆。小红豆。好好好，那给我来两杯。晚上想再吃啊！还要回延吉街哦。对啊。哦，现在很热嘞。好，那我们赶快去，不要让微博这边。OK， 好。你去叫他好了，然后我跟你一起来。好，一起下哦。加油啊，潘玮柏！刚刚忘记问他，他会不会游泳啊？他会不会游泳？啊！完蛋了，他会不会游泳啊？加油！加油！有！加油！加油！加油！现在大家看到了，好不好？潘玮柏先生，潘帅先生，现在已经就定位了。哦，你看人家冲起来，你看。哦，你看这样就可以了。哎，初学者就这样就好了，你看。挺胸，挺胸。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这叫阴沟里翻船。其实冲浪平衡感很重要哈。啊，那边下面都石头，真的吗？潘玮柏感觉好像在荒岛，有没有？然后船烂，船翻掉，抓了一个浮板，不知道去哪里，好可怜哦。浪来了，浪来了，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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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我已经看不下去，我决定去救他了，走吧。我也不会。哇，第一次冲浪很开心，哇，十字路口，很感谢，很感谢。这边的冲浪实在是还蛮好玩的，如果会冲的话就更好，回去我会冲。夏天万岁！肉哥好像没有比我好很多嘛，我还不错啊，我要个冲浪那个滑的。肉哥会不会吨位太重，没有浪子飞不起？有。我要翻了好多次。太累了。但是还是不禁要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嘞。见鬼了！有没有看到？我们来到这边了，叫我们换上轻便的服装。旁边还有个游泳池，游泳池里面还有六位辣妹在边。哎呦，原来是，哎，水上芭蕾呀！很好看。我去打个电话叫玛格丽特来。看他们表演，看他们表演。Come on, everybody, it's the show time！ 哎呦！哎呦！帅哥，帅哥！哎呦 ！Wonderful！ 哎呦！哦，好帅！ Well done, good job！ 哎呦！美腿。开玩笑，那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厉害厉害！这一般来讲，要真的要经过多年的训练才有可能啊。听说这水深很深哎。很深啊，拜托。这个里面以前上一次来看表演是那个金豚在游的，真的是那个杀人鲸，杀人鲸。哎呦，哇靠，身材好爆哦！你好，欢迎来到野柳海岸之夜，欢迎。这位是我们的关主就对了，啊，机器在那里了，有没有？你好。哎，那不刚刚他们，哎，你被谁去逗了？机器在那里了。好，他们是苏联的，对，俄罗斯。那我们要挑战什么啦？挑战了，干脆给我们啦。哎，不可以。饼干上面你要挑战那个啊，在上面你看。One，你看哦。One in， 准备看哦。Impossible。Oh my God。可以吗？可以吗？没问题哦。人还在吗？还在啊，你看没问题啊。哦，专业的。Cannibal。Mission Impossible。
不高了，25公尺而已啦。那见鬼了，5公尺我们都错赛了，25公尺。不是啊，借这种机会让你小的时候，我们这边有这种那么惊险的表演、啊，真的吗？对不对？ I can. 真正要挑战了，今天是说游泳圈滑水比赛啊。这么无聊啊？跟谁比赛？不会无聊，跟他们、啊，跟他们比赛啊！他们都很会游泳，那么我们是他们。所以加个游泳圈嘛，啊，对不对？如果游泳比赛你一定输了嘛，游泳圈就难度就高很多啊。来这，我跟你讲，铁板上，铁板，好烫哦。OK， 好好，走走走，那我们一人一枚了。好，准备了啊！可以了，预备。我这个泳圈很小。一样的啊，可以哦，啊 ，Let's go。不能怪你啦，我要从那边上来，这一把是怪我，从这里啊，来上来，这里这里，哎呦，不要把我拉下去呢，第一关看你好像输得很惨哦，第二关哈，第二关要不然你来滑滑看，很难好不好？我知道难吧，对啊，第二关哈是在那个4米高的跳板上面进行。啊，哪一个？4公尺高这个跳板上面进，然后要干嘛？就是看啊，我们拍一个澳洲拳王，不是打拳的拳哦，是滑拳的拳哦，跟你滑黑啊、跟你滑黑白配，黑白配。两个都要玩吗？还是先跟你玩就好了？不，他一个，我帮你加油好不好？派他们一位美女给我们玩。你去的、啊，你等下不怕输了就是剪刀石头布。耶、yeah! ，那有三战两胜，一定是这样子的嘛。剪刀石头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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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怎么的？武正成，会不会下一画面是黄昏？武正成，剪刀，你去的。为什么？为什么？大舌头。你听我说，仙哥平常对你好不好？很好。很好啊，我会不会色眯眯或什么？换气，换气，换气！我有了，我有了，我有了，还要接住。武轩啊，不能这样，会坏掉。啊，是啊，哦，对不起，对不起，来唱唱歌就好了。放大麦到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收看周日八点档 Part Three。马帅哥，嗨！好，来第一拳。啊，好强啊！二三三拳把它干掉了，来，剪刀石头布。小时候输不是输，好吧？第一个，第一个就对了，对。真的？啊，好 ，OK， 好。第二次，第二把。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下一个，别好。哇，这个叫我也不敢。哦，妈，不会了。安全。免惊啦，免惊啦。我是惊到要死啊，搁叫人免惊啦，啊，真害人。来，往前走一走。好，我陪你站这里，好不好？好好。好酷哦！不会，来，剪刀石头布，来剪，眼睛要睁开，看着他会看出你的拳呐、啊。剪刀石头布，好，你来，你看人家多阿扎里，剪刀石头布，来，不用怕，你再往前一个，不用怕，不用。思璇加油，我们爱你，思璇。啊，不看你的爱，太孬了。你不要过来，走开。
哦，没有没有。好，三拳，剑刀石头布。往前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太强！耶，他做到了，他做到了。好，来，剪刀，剪刀石头布。拜拜！拜拜！好，都是队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思璇。我只能告诉你，再见，拜拜，撒哟那拉 ，Japanese goodbye，whisper 撒哟那拉 ，smiling don't you cry。哇，天哪，这个，四米高这个。思璇，你这次替我跳了，我一辈子都爱你，好不好？我就跟人家讲，模特界最爱的不再是蔡淑臻，好吧？蔡才讲错，不是蔡淑臻，而是陈思璇，我最爱你。我告诉你。他就是做了一件我做不到的事情，有没有？思璇，我们爱你。天哪！当时心里很丑，因为我觉得屁股好痛哦，屁股沾到水。啊，没过关了，怎么办？没过关了，你要拿到脚那个脚米脚的话，米脚了。啊，米脚，他就是要受惩罚嘛。什么惩罚？惩罚是说。对啊，他已经从上面跳下来。他已经跳下来了，现在就轮到你啊。是真的要突破哈？现在是可以跳一下。不要不要不要闹，不要闹，我宁愿惩罚，好不好？闷水六十秒。对，闷水六十秒。哇，好舒服啊！要不要牵你的手？来，再会了。我手一拉，就是代表要起来。好，准备好了没？好了，预备，开始。轩哥，再会，加油，我等你回来。其实是等待的时间真的很长，而且啊，他现在里面一定觉得很闷的，下面还有一台摄影机在照他的表情。六十秒很久哎，轩哥，如果你可以。到60秒，有一个香吻。旁边的那个 Russian 的辣妹说要给你一个香吻，加油！才30秒，还才30秒 ，Only 30 seconds。两个加起来60秒有可能。等一下，等一下，等，就算今天诚意过关了，好不好？对啊，来，要不要慢慢捏？不用，金山甘薯。金山的甘薯很有名吗？很有名啊，真的。它有特展的。哦，对啊。那太好，那我们赶快出发去找我们金山甘薯，好不好？好，走。要换衣服了，就知道应该制作单位叫我们换衣服，就知道应该要下水。是的。而且现在没收音了。啊？哦，有啦。有一个，你要拿近一点。哎呀，下来了。如果你是一只火鸟，我一定是那火鸟。没有玩过这个。来来来，那关主在那里。关主，你看，衣服穿这么大件，没穿裤。喂，你穿这衫。关主你好，你好，我是康康，这个是王宇杰。王宇杰你好。对啊，我们要玩水，对不对？是。今天要来个闯关。规则说明：康康两人挑战两项水上器材，只要有一项不落水即可过关哟。
这一关失败了，刚刚前面还不错啊，再来吧，挑战下一关吧。好，下一关不可能上得去了，不要用力了，你也不用，就让他不要爬过去 OK 的。这样吗？可以啊，可以。啊，这个中间这一根就这样了、喔。没有，那是四个人的，你可以做最旁边跟最中间。不要这样，最中间，最中间或最旁边。加油！人性的我，要不是我是一个正人君子，王宇杰早就要被我那个。但是我已经没力气了。但是我们回来了，总要给我们看那个嘛。要不要再玩？不要。辛苦了，辛苦了。没力了。其实我觉得他很厉害，都很厉害，会玩到这样已经很厉害。真的吗？有没有人说你的鼻子很像成龙？一定有。还是孙悦，有啊。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很远，很高兴来到比较，可以了。金山甘薯，好了，谢谢教练。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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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好，你好，教练是不是？我是主任。主任哦，好，主任。教练没有过来，姓陈。陈哦，陈主任，哎，这是潘玮柏。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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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来拿米角了。想要拿米角？对啊，就是久闻这个贵学校这个韵律操啊，这个表现的非常好。就看一下表演。看一下表演，看要做什么题目。好，那音乐就可以下了。OK， 好不好？好。蛮不错的，对啊。好可爱哦，在室内放风筝，第一次看到。对。对啊。去国父纪念馆嘛，哎，丹森林公园那边风都很大，那边放比较好啊，你不能在机场附近，会影响到航道的安全。对对对，怎么都是风筝啊？哎呦哎呦，哎呦，地方要大一点，地方要大一点。哎呦，这什么东西啊？哎，哇哇哇，还有阵仗的，哎，对啊，开始啊，很简单嘛，韵律操就开始啊，很简单，来，韵律操还没开始，结束了，结束，是室内风筝，好，是室内风筝，室内风筝，很简单的，不难，室内风筝真的吗？对，啊，我们要怎么玩？试看看嘛，真的吗？我们现在是单线的，单线的，哦，好，单线，单线比较，对对对，可以吧？不然先示范单线的。在中间那边，他拉着他绕五圈，这样可以吗？这是，哎呀，对呀、啊，随便拉也拉得起来。教一下我们的猫。可以，这我会，这我会，这我会。加油，加油啊！
哎，一圈都还没，要来，哎，他堵不到，他堵不到，大缺点，我的手大，他缺点，身体粗大一点，这够不够大？ 快去！我有了，还要接住，五圈了，不能这样，会坏掉。不是，对不起。哎，年轻人，你在干嘛？我在五圈。你在让那个风筝飞，你去他的上，你怎么是这样玩？ 我想要五圈，这个，不好意思，好累哦，还有，单线的看完了，还要双线，人闪开一点，会起飞就可以了。哦，对，好啊，这个简单啊，这个就简单，对，应该简单对吧？可以的，这 OK 的，这可以的，这应该 OK 的，我看你直接飞好了，好，哎，你帮我直接立起来好了吧？ 好，飞！Oh my god！你拉太大意了啦！怎么会这样？再试一次。飞！好了好了，太难了，派出王牌，麻烦啊，不然这样过不了关。对啊，王牌来。 手要平行哈，加油！回家啊，靠你了，No哥！哎，对，我还是唱唱歌就好了。哎，你的哎，我好歹我也飞得起来哎，我也飞起来，我飞两圈哎，两秒，你两秒两圈啊，我比你还久，已经被我们搞坏了。 不是钱的问题，因为这是要买不到会定做的。哦，真的哦，那早一点讲，那我们就不要玩这个了嘛。看你们都没认真哦。嘿，这样好了。嘿，给我们过关吗？对啊。给你们过了。真的啊，对啦，谢谢啦，谢谢，主任做人真好。对啊，为了学校的预算，对，开玩笑。爱的教育，对对对，很难啊，但是学生真的很厉害。哎，你们这次看看那个有没有坏掉？哎，好的嘛。对啊。啊，为什么我们都不能飞？给我们，给我们米小看一下，看一下是什么。 金山金山乡鹅肉，金山鸭肉，金山甘薯，哎呦，哎，金山韩吉啊，对对对，有一首歌有这样唱嘛？有吗？金山甘薯，我们最爱吃的甘薯。啊，双前可以了。啊，下一道菜跑来这里啊！哎，这下面收窄哈。这里是巴沙诺瓦镇。 巴沙诺瓦，哇，哇，叫做，这上面还有民宿哎，对对对，坐哪里啊？坐这里，坐这里啊？拿拖鞋吗？这个拖鞋，拖鞋，哇，厉害的，哎呦，哎呀，这个地方，哎，关东婆，这个地方在台湾啦，你看得出来吗？哎，看不出来。哎，我们刚吃到哪一道？忘了，抹茶冰啊，冰就多了啦，哈。 我叫你推荐那个冰的薰衣草茶，冰薰衣草茶，哎，你看，太厉害，厉害，好啊，一个了啊，冰薰衣草茶，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啤酒冰沙招牌，啤酒，啤酒，哇，这个赞，好好好，好，马上帮你上，哎，来，啤酒冰沙，哦，大杯哦，是吗？这就冰沙，是是是，哦，哎，我懂了，没有啤酒味，啤酒嘞，啤酒，哎。 倒进去了，还没放，是吗？那这里面是什么？冰晶，看起来很猛哎，厉害！哇，这看起来很正。好，来喝一口。好。好喝吗？不会是？好喝。什么味道？你试试看，你试试看。可是我，很爽，很爽。哎，哎呦，哎呦，哦。
牛角是价格是100元，但是蛮好喝的，很好喝，就讲不出来。是100，目前总共消费300，300元是。再来就是披萨啊，目前消费金额满400，是吧？来人了，干嘛？好恐怖啊！发生什么事？不啦，吃就吃，干嘛要穿这个啦？啊？这里很安全的。那要干嘛？架走架走。啊？不是啊，不是，我们吃饭，你来这里，不是，这是我们店里面的特惠，我们只是餐厅里面吃饭，你消费满400。他不止夹齿，他还真的又很用力耶。喂，像话吗？消费满400，你就必须接受我们摩托车的酷刑。这叫酷刑？这酷刑。还有厨房。先去好了，我先去。我为什么每次厨房都是我去？反正酷刑一人一次嘛，哈。别回答我一起讲，准备离开琉球干。天哪，1500cc 哎，大型的啦，这个是最厉害了。这个哈，不要说是摩托车，就是啤酒1500cc 也很难喝得完嘛。哎呦，出发了，出发了。哎，回来哦。啊，哇，你这个臭小子。根本就是啊，假借服务之名，行那个偷偷摸摸之实，这什么都有。回来啊，谭志学，回来啊！哎，好不好玩？好玩吗？好啊，恐怖哦！厉害哦！糟了，刚你要点那么多都是你啊，都你啊，他不要他点那么准。我现在知道，他每400块就让你去玩水的摩托车。对。你要点那么多，这样的后面没点的就不要来了。好，算了算了算了，不好意思，来不及了。我已经做了是吧？男士一杯应该还好。我说这个便宜。最后一道，最后一道，这一杯多少钱？400。等，等一下。哎呀，我们自己过去，给我们一点尊严，好不好？400啦，啊哈。对。哎，下次哈，思璇，下次我带你去吃399吃到饱的。就不会，再也不要吃400块。后来399吃到饱还是抓下去玩，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我要睡外加。行行行。哎，再见哈。你真的加油。他们说那摩托车啊，只要吹那个油门加了3秒就会看到，这真的很快速度。哦。性格还蛮会骑的，啊，好好玩哦，哎，谢，好好玩哦，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以后不要点超过400块。没有啦，很好玩的，很好玩的，哎，他物超所值，哎，点菜点400块，然后还可以来这里玩一下的，啊，我们的菜都还没有吃，都凉了，赶快，再点。哎呦，又听到这种熟悉的鼓声，是的，这一听就知道川普镇来了，有没有？那庙会了，喂，不是，是啦，舞龙舞狮啊，一看就知道，哎呦，舞狮团呢，你看，帅哦，帅哦，哦。对，太厉害了！对啊，哎，鼓掌啊！快，小朋友快点！哦，人家这么厉害，对啊，厉害，太厉害了！哪一位？哎，老师在这里哦，这看就知道哦。老师呢，穿这个，哎呀，对啊，你不是啊？哦，教练，哦，好像阿诺斯瓦辛格，你好，教练贵姓？你好，姓杨，杨哦，杨教练哦，哦，这一团你教的？对，厉害呢，掌声鼓励，谢，对啊，这是什么学校？石门国中，台北县石门国中啊，国中生了，对，哦，这看起来比那种社会组的还厉害呢，专业的，我们都是挑战职业队的，哦，这两个是国中生，高了，国三哦，对，哦，难怪你啊。你刚刚是在，他是石头，还是在石头？哦，这汗臭最后呢？
哇，哦，对呀，那 NONO 要不要上去啊？不，试下，试下，上去哪里？上去二楼喝饮料是不是？哎，上这，那太高了啦，你这个，真的吗？活动组的装，算几种？算几种？都你们看给一种。石头，你有没有小狗？是未来真的，他不可能跳过去的。转圈哦，转圈。你们加油，小心啊！太厉害！哎，职业级的，职业级的，真的吗？职业级有啊！我可以跟你们出国比赛吗？只是要跨出心理的障碍。还有券拿旗子的吗？还没有券拿旗子。哎，教练呢？教练，厉害厉害厉害！哎，朗塞很费力气呢。不会了，比赛都是10到15分钟，一下子就过了。好不好？啊，你们家凉了，好不好？接下来要吃个什么东西？喝饮料有没有？有没有饮料？来来来，刚好都没有。阿伯，你有啥咪？阿伯同学，我们有荔枝，好不好？荔枝，哎哎，行不行？不错哦，荔枝好啊。好，喜欢吃水果嘛？好不好？水果，水果。好，现在吃个水果来了。啊，听起来像水果。炒面啦，青菜啦。这条像青菜，青菜，青菜。来来来，来来来，阿弟辛苦啊。静静，啊那个谁，同学来。同学，同学，快点，来来，对，大家分一分。啊那个那两只狮子，哎哎。阿公阿伯，对，带着国人给你们的力量支持你们哦，励志哦，另外哦，对啊，一定会得到世界杯冠军，好不好？对对对对，来来来，刚好，对对对，好，对，大家一起说吃才能开始吃哈，还挺重嘛哈，你还没吃嘛哈？没有，哦，还好还好，对啊，潘玮柏哥哥是最会等待人家的，对对对，嗯，好，杰克，好吃，嗯，赞啊，这好像在打仗一样，对啊。好玩，好玩！哈哈哈！广告之后一定要回来哟。那我们的米饺是？米饺是盖咖啡嘛？嗯。咖啡，所以要接 beer 就好了。台语吗？台语。beer。嗯，咖啡。咖啡，所以是 beer。嗯。好像也可以啊。可以啦。好，走。哎，那这边好像，你们这个是做什么的？我们是浅水湾坐沙滩车前台。只有我们目前有最新的沙滩车，要不要试试看？可以。好好好，来来来。哇，座位好烫哦。蛮烫的。啊，可是你这边有啤酒吗？哦，现在先不能喝啤酒。开车不喝酒。开车不喝酒。对对对对，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不开不能喝。酒不开不能喝。对啊，酒要开才能喝。车车，其实你也可以，你会开车吗？我会开。对啊，其实这个你也可以玩。好啊。像他们都是骑的，我们是开的。对，应该开的比较好开，对不对？还好吗？还好还好。很冰吗？
可怜穷的去领吗？哎，就好，不要就开始拿手。因为刚刚无法将车子成功的开上坡，所以只好由工作人员拖上去喽。摄影师也很厉害哦。嗯。这样子。那蛮好玩的。摄影师好像在打仗一样。对啊。还好吧？还好。是的。我开车很稳。还好，有点急。下去了。下车了。好玩，好玩。成功了。成功。哦，好恐怖啊！这边的医院在哪里？没那么严重，心脏病房。请你们喝个冰凉的啤酒。哦，来，言情书敬你。雪天使。教练说，刚刚那个斜坡很少人敢下来。哦，没几个敢，那么快的速度。啊，真的啊。刹车！你好可爱啊！哎呦，啊找金山甘薯啊，嘿，不是都金山甘薯啊？整片都是。对啊，奇怪，怎么带我们到这个啊？但是这甘薯生的也不能吃。金山甘薯！哇！哦，有点什么声音啊？看到没？画心上面带字。什么字？大家来听。金山这挖地瓜，那个讲唔对的啦，哎，阿奇在冲啥？哎，你好，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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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哎，阿奇啊，那今麦恁奇在冲啥会啊？对不起啊，啊，今麦就是阮8月20号办那个甘薯节啦，哦，啊，阮去年哦，这个游戏输人，今年我袂使输人，哦，了解啦，哎，这个大奖嘞，啊，就咧变安尼大成功就对啦，哎，谢，哎，我跟你讲哦，这个我算过我家己啊，就我安尼，恁这摆去比赛，就我安尼吼，我安尼吼，别笑，笑一下。我爱金山甘薯。哎，一二六。有没有看到？啊，你猜哦，啊，你猜哦，啊啊，女生吃的，来，是怀孕的，这样教啊，你怀孕了，啊，怀孕没啊？不听，画几个囡仔手伸出来，阿婆我先，阿婆你啊，我吗？来你，来，好，你要叫那个喉糖先来吃一下，我爱金山甘，怎么会这样？机器有问题。好，哎，开心啦，来到这边啦，这个就是金山的对啦。金山的汉族，真正是咱台湾全省上好食点了。来是来到这个金山的所在，金山村这个所在就是人情味上好的所在，你讲的点了。啊，无啦啦！哎，暗就带阮来食番薯，讲食食来当炒螺，啊，韩姐。啊，是上好食，我你食看卖就。来，来，跟我们来对。哦。这较慢啦，这较。哎，啊，咱家这个吼，迄个番薯拢种偌济哈？种济啊咯。300几万。哎，300几盆拢是呢。你看来个家的，伊咧偌热情嘞，哎，不要，哎，真的嘞。哎，就这样骨落去有啊嘞吼！哎，大条唔提来讲啊嘞！我你该提啦，我该提啦！有没有看到？哇！哇！这架大条！那个好大！哎，啊这番薯爱一滴压水点了。要出那些量不？适量，所以你看这个，反正重重东西啊！哎呀，这也加加起来啦！啊，你都暗时来割嘞，无再等下用头提伊。干杯！红烧这里好料嘞。所以他们这个地方哦，是民风非常的淳朴，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好玩哦。而且我们一到这边来，你敢看嘛？规村啊来的哈，村子里面通通来了。啊，都无代志哩。啊，从来这哦，看人家在农业啊，袂歹哈。啊，礼拜哦，暗时啊，8点会给你看，周日8点档啊，你好唔好？
你甲看村长太受欢迎哦，开玩笑。啊，这陈思璇。哦，大家你来我们节目哦，对对对，没有，他们现在都比大声功啊。哎，哦，今天你来哦，一起 Super Model 走个台步，来来走个台步，对，走个台步，走个台步，来来来，好来哦，预备，哎，开始，来哇，哎呦，哦，你甲看迄腿偌长就好啦，惊死人啊嘞！哦，迄船长看了，准备等伊离婚啦。妹妹。哦，哎呦，掌声鼓励！三级公主啊！我们要忘记这最后一道，赶快吃一吃敲锣去。唱歌先吃完再唱哦，走走走走走。地瓜汤有没有？来来来来，瓜底下可以来哈。哦，看起来好好吃哦。他的人生就是吃这年上好了。真的是，哎，这个蘸这好吃啊！嘿，你好你好。哦，分享给我感觉这猪汤的特大。哦，每一个都这么大。哎，你那能力是低哈。我们帮你的。品着，宝宝没关系，我自己来，我小一点，小一点，小一点。它也有这个颜色哈，它也有这个颜色。它能看。我的皮头哎，爱六十六号哎。啊，你有后背哦。啊，你也，你也太专业呗，五十七号哎。好甜哦。好有。好甜。哎，这毛这条路是，这毛这条路是，我都七条啊，这条啦。我等七条啊，我等七条，按这条的。六十六，六十六，六十六。你等七号起来啦。嗯，好不好？三三米一米。嗯嗯，别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哎，哦，终于跑来了，第一名，呀，第一名啦！哦，很开心，今天在金山的这个朝天宫这附近啊，玩得很开心。吃得非常的满足，也谢谢陈思璇，没有他就没有今天我们好看的节目了。一整天下来会不会很累？不会啊，好好玩哦，觉得很好玩，还可以再玩，而且跳水，我第一次跳哎，真的，你看那个画面，哎，四米多高这样跳下来，这个女孩真的很勇敢，对不对？对啊，我觉得蛮好玩的。有好的男生，我再帮你处理，好吧？不要客气啦，真的真的真的，你看这么好的女孩子，哎，你相信吗？这么漂亮女生没有男朋友哦。好，加油了，再次谢谢他，我们十字路口成功了。他是背后黑手，难以承受不安的借口，谁借口谁是凶手，谁一成熟都回不了头。